来，这个是什么铃铛？滑鼠。滑鼠，哦，好棒啊！哦、来，滑鼠。那这个是有线滑鼠还是无线滑鼠？啊，有线啊。有线啊，对，啊、这里就是线，这个就是有线。啊，也有线啊。好，太好了，这是有线滑鼠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这个是什么？中间这个是什么？滚轮。啊啊滚轮啊啊滚轮。对对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滚轮。你讲。滚轮。滚轮，对。对，中间中间是滚轮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你哦。因为它左边有两个按键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叫两键式滑鼠。因为它有左边的按键跟右边的按键。按键，来，你说，按键。所以它这个是哈两键式的滚轮滑鼠。两键，你讲两键。对，两键，它有左边、右边。你压压看，左边、右边。对，所以它是有线滚轮滑鼠。对，那这个书上有介绍，有的有。你看哦，这个有没有线？没有。没有线，没有线就是无线滑鼠。来，你讲无线。无线。哎，无线。对，有线，那这个是无线，无就是没有。你讲一次，无。无。无线滑鼠。滑鼠。这个是有线滑鼠。我看你。对，哇，你今天又学会了。你几岁？两岁多。两岁多。哦，你讲得不错，两岁多就会学滑鼠了，好棒哦。